是。看到吗？这是我的 Chris，今天他帮我拍照，他是我的摄影师。今天我要拍几组那个 headshot。来，先试一下哈。啊，不是，你先看他我的样子是不是头上只有这么多空间？这个 frame 是不是这样？啊，然后这里到哪里？这里到哪里？下面能看到哪里？看到这里吗？我告诉你要怎么样哈、啊，等一下你拍之前啊，来、啊，你等我，你先别动，拍之前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手在这里啊，你看是不是 off，focus 是吧？你点一下这里，是吧？那你等它 focus 完了你再按这个，OK，可以吗？位置对吗？是在 central 吗？是在 center 吗？这个 focus 好了吗？focus 好了吗？你看你能看到这个东西，知道吗？然后把它变缩小一点，用这个，或者移过来一点，不要看到这里，然后这里，对，可以吗？也可以移过来一点，对，OK，现在好了吗？好，那 focus 好了吗？点一下。点我的眼睛和鼻子这里，点这里，好了吗？好，可以拍了。好，Thank you，可以了，肯定有拍到。啊，你看这个没有 off focus 就拍得很清楚嘛，是吧？就是。你看，放大了也是很清楚的。哇，我帮你拍了，我帮你拍了，好吗？我帮你拍两个，我拿灯子给你站起来。好，不用我。你坐在这里吗？在电影呀。是吗？在电影是吧？好玩吗？以后你再帮妈妈拍哈，还要帮医生拍，你这样。让我接。你也像我一样，就是你可以很自然随便我就会帮你拍好啊。我要把这个降下来，因为你矮一点。你下次会用这个三脚架了啊。是吗？你也很棒的，你会是一个很厉害的，你可以帮我拍照，你也可以帮很多人拍照，可以帮你的女朋友拍照，是吗？你拍照还可以赚钱呢，然后给钱你啊。如果你是很厉害的摄影师，别人会请你去，别的地方拍照会。给你买机票啊，你可以飞过去啊，还住酒店啊，知道吗？但是你要先要学会怎么拍，就像现在一样，你很棒，可以拍很好的照片。
拍照的时候呢，要放松，对，可以各种样子都可以。不要看着灯，看姐妹看我。你可以跟我边说话，我就边拍，这样是最好的，是吧？头不要，要高。对，哎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嗨，耶！最喜欢的是什么？萝卜。不要玩舌头了，可以笑。呀你最喜欢的朋友，哎，也可以很凶。还可以哭。往后一点，不要往前。好，笑。好像很喜欢这个人，这是一个人，你看着他，很喜欢他，不要搞嘴巴，很喜欢他。还有什么？跟他说话。说我要跟你一起玩，不要害羞，不要玩嘴巴。等一下，我再弄个。等一下，我再，因为你的头发有点黑，我再弄一个不同的灯光就可以。是不是很好玩？因为动的太多，就有些可以，有些不可以。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也可以的。你想在那里啊？太矮了，拿那个凳子，小凳子。这儿有个小凳子。哦，就到我了。我还要再拍几个，你不动那么多的，你会那个 focus 会更好一点，看，要不然会这样。给你。好，要你。好，可以。哎呀，快快快快，再拍两张就好了，哈，好吗？哎，你的里面的衣服是什么？有个什么？啊，那脱掉，乱在这里。帅头上去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不一样的感觉了。嗯，什么样呢？还有呢？好像正在玩游戏，但是看着很大的屏幕玩游戏。那你的手机啊？没有那么高，在这里，游戏在这里。啊，游戏在这里。嘴巴不，哎，好像伤心，不高兴，妈妈骂你了，爸爸骂你，不要哭，不是哭，是伤心，伤心，也不要做这个动作，就是。不想说出来，不想让知道别人知道你哭，但是很不高兴。
不要搞嘴巴。嗯，再来一个，我们只拍到一个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不高兴，但是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不要装，是心里面是这样，心里面是这样。哎，再来一个你最喜欢的动作。还想吗？你看多帅啊。好，可以了，我们可以收工了。